娜 ，Hello， 我是丫丫妈。我今天呢，在必胜客看到了这个库洛魔法师的小樱还有小可，像我手上这一盒呢，就是小可的面包，然后还有梦之钥匙的披萨，他要送一个礼物。这是库洛魔法师的钥匙圈吗？这是钥匙圈哎，披萨和那个必胜客的标志。我们的是必胜小可。如果我们要把小可吸收掉的话，就是直接把一口吃掉，这样小可就会被你驯服嘛，对不对？像神奇宝贝那样。我来，大口。哈哈哈哈哈！红豆，好好吃哦。它其实面包很扎实，它有点像馒头的口感。再来是披萨的部分，这就是它的那个法杖上面的图案。这边又是梦之钥匙，然后这个是翅膀，然后这是轮盘，马铃糖，然后这个是马卡龙。哎哇，我可以拿一个吃吗？马卡龙的饼干，然后上面还有马吉，哇塞！中间包是包什么馅呢？我把它剥开来。好，那我们大家一人拿一个哦。一二三。乐狗，对，这边有一个乐狗， yeah. 然后中间是芝士，有没有？好酷哦！这一整个套餐的价钱是749，哇，好贵，超贵的。还有这个，那太贵了吧？还有这个造型的，还有一个面包馒头，这个蛋黄，那个面包超人进来要200-300块。而且命运之轮中间空洞那么多，也要400-500块。造型啊！而且啊，他这次出的啊，不管你是订什么餐，他的餐盒啊都是用这个可爱的盒子装哦。所以他这边特地用一个白色，就是让你可以着色。这些呢都是在必胜客期间限定的哦，大家可以赶快去买来吃吃看哦。最后说什么？加油，拜拜。